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抵达特纳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卡穆纳夫妇同总理比塞萨尔冒雨到机场迎接，并一同检阅仪仗队。习近平此行会讨论深化两国贸易同能源投资嘅合作，并签署经贸同教育等领域嘅合作文件。习近平之后会转到哥斯达黎加同墨西哥，访问行程焦点系最后一站加州，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外交部在习近平出发前指两人将会谈及中美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深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并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指导性意见。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金莹报道。